天下杂志公布2023县市首长施政满意度含饮食幸福城市调查结果，嘉义县市拢排在上头前。嘉义市市长王敏辉比去年进步两个名次，施政满意度摕到全台第一名。嘉义县县长汪章良嘛摕到全台第三个好成绩。其中第七大施政面向，嘉义市伫医疗健康含多元共融两大新的评比当中，拢摕到六都以外的冠军。真的非常感谢所有市民给我们这么大的支持跟鼓励，这样的肯定，我想这一切都是所有市政团队大家的努力跟热情。那我也鼓励我们同仁，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，因为这么高度的信任就代表着对我们有更大的期许。去年县市首长施政满意度调查结果，嘉义市市长王敏辉以79分得到全台第三名，今年是以81.1分进步到全台第一。嘉义县市施政满意度拢得到民众好评，嘉义县县长汪章良今年得到全台第三，分数79.7，比去年增加0.1分，竞争相当激烈。汪章良感谢乡亲的肯定，并且表示龙岗大观已经伫咧实践的道路上。整个嘉义县往龙峰大县的方向迈进，那目前为止整个大概都按部就班。那我相信，那我们努力的、坚定的往前走。那在各个层面里面，包括环保、卫生、社会福利，那包括很多的服务，我想我们还会再强化。嘉义县积极和中央合作推动无人机产业，嘉义科学园区等等重大建设嘛，拢一步一步到位。农业大观转型龙岗大观的施政目标得到民众高度支持。嘉义市作为全台人口密度第二观的城市，市长王敏辉嘛积极打造全人共享、世世代代好徛起的幸福城市。记者周淑贤采访报道。